妙不朽。来，我给您这个机会。是来，是来哟！希望您交出九龙天书，卖叫阮盗墓。爱是无可能的代志。看来九龙天书真正将妙将逼急了。那之后就催了。哈！九尾狗逼不回名字，原来竟是一个金鸡全部小子。巧如来虽愿意以形态人，如要随心意，小该先以形示人。你想了解我的来历，就要先了解某门世界历史。请前辈明言。经过某门世界，还是第一次，应某大人脑海为歌。我属相，玲玲的状况怎样？伊的状况十分的稳定，随时拢会当进行。啊，太好了！那就赶紧将我提来玲玲，求先给玲玲吧。天地天红，奇华天尊。这鬼子，你练习了如何？我怎样？无什么进展，无进展。刘魂，你敢有好好照顾小主人啊？属下，属下确实有好好照顾小主人。为何不得接用我家里的飘渺剑法挥招无用？但你的无极剑法当中却仍蕴含飘渺剑色，真是高危！当年父亲就是使用这招，却败在你的手上。心魔一点的重点，不是魔心开散，而是心意击散。为了胜利，我甘愿一魔，红血惊天，七行万变，四红一红，两仪英雄，魔行雄起，因心魔一点，两流无凶，一点无凶，将是好。